是台上会长，是，可不可以给我简单介绍台上会的情况？好，我叫 Michael Tang 汤永志，是这一届多伦多台上会的会长。那台上会今年成立已经有12年了。那在过去12年之间呢，我们秉持着我们的宗旨，也就是提供从台湾来的朋友们有兴趣在本地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一个这个大家彼此交换意见的一个这个机会。那我们的活动包括很多项目。台湾成本在多伦多有多少钱？目前的话，以我们的估计，大概是有3万到5万左右。大部分是90年代来，还是什么时候来的？最近当然来的人少一点了，大概在前5年到10年来的人数比较多。我知道你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是可不可以介绍这个活动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现在都有一个叫午餐会，也就是 lunch networking 的这个 meeting， 在很 casual 而且这个很 cost effective 的情况之下，让大家有机会做 networking， 而且我们也会请 guest speaker 来演讲。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多伦多台湾贸易中心的新到任的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些贸易的新的方向跟新的机会。加拿大跟台湾的那个贸易，主要大部分在有哪些行业？比如说食品啊，其他是。那当然，加拿大这个出口的话，当然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这个以木材、以这个农产品以及一些这个矿产的东西为多。那台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出口到加拿大的话，就是一些这个加工的东西为重。但是我知道台湾食品也进了很多到加拿大来，是不是？你说什么？台湾食品 food， 你说食物是不是？有。那台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台湾进口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并不是就是说 raw material， 而是经过加工之后的一些东西。所以譬如说是一些像我们讲，就是说经过加工完的一些这个 snacks， 或者说经过这个加工的一些这个food 的产品都有。另外，台湾文化，比如说台湾艺术团，会不会经常到多伦多来演出？有的，事实上台湾也有很多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会在北美洲巡回，那多伦多是一个他们必经的地方。台上会除了在多伦多，有没有其他的分位？其实台商会是这样，多伦多是其中它一个。那在我们在温哥华以及在其他的加拿大的这个重要的城市 Montreal 这些也都有我们的商会存在。那多伦多台商会除了就是我们说的每个月的这个午餐会之外，也有一些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年度的这个年会，对，就是新年晚会。新年会在1月8号，2005年，都是每年一年一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慈善的保龄球比赛、篮球比赛以及高尔夫球的比赛。现在最近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慈善基金，会回馈给我们的社会。我们目前已经捐给了多伦多大学 Cancer Society， 以及这个今年我们准备要再捐给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等等的这个机构。就你知道，就是台湾移民有没有很多是扎根在加拿大？比如说有些移民说来了几年就走就回去了，台湾移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这个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看当地的这个经济以及他们的这个事业的状况。但是真正扎根的人也不少，在这里慢慢就是跟主流的商业机构能够进行到交流的也相当多。我是多伦多台商会的会长汤远志 Michael Tang，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不是年纪大的吧，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我们台商会的这个朋友，也有很多新的朋友。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午餐会的机会，那很高兴的又跟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在。那希望这个国语他们也就是越学越好。那多伦多台商会的午餐会是原则上每个月都有。那今天呢，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十一月份的午餐会邀请到台湾贸易中心在多伦多办公室的新任的主任李以安李主任。那李主任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贸易推广的新方向。人家常常说呢，在加拿大做生意不容易，可是呢，我也看到在座有很多在加拿大已经生意就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我们说这些前辈们，所以大家绝对不要气馁。那今天主任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新的方向，那希望大家呢等一下可以受益良多。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的 event chair， 就是 Arthur 潘彦公，人在哪？在这里，他很用心的帮我安排了这个地方，以及这个有了这么多这个精彩的天气，特别邀请到主任可以帮我们讲几句话。我刚刚也跟主任说，我们这个形式是很 casual 的，所以说呢，这个待会儿主任我们就好好的听您的这个新方向了。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台商会的这个音乐会，因为这是我到多伦多第一次参加公开的活动。因为我到多伦多来了，到明天是一个月，明天满月。在这个之前呢，都没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我们台商或者是我们这边当地的公开的活动。所以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第一次就到台商会。那么我想今天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我们台湾这个贸易发展、贸易推广的新的方向。我想最近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也常常听到有人问我说，现在台湾的贸易啊，是不是会面临到一个危机？因为呢，中国大陆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很多的制造业都在大陆做，在外面看到产品都从那边拆了，那台湾的厂商也跑到大陆去，那台湾的贸易以后怎么样？会不会有问题？在我个人来讲，我对台湾的贸易还是充满了信心。那么我们从贸易的整个统计数字来看，我们今年一到十月最新的数字是到十月，到十月为止，我们出口今年是1436亿，比去年来讲的话，成长了23.5%。我们现在1436亿呢，已经是差不多去年出口的总额，可以是说我们外贸的成长、外销的成长是历年来最高，到现在是最高的。那么在外销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出口，包括香港。已经是快速的增长，我们一到十月出口到中国大陆跟香港是529亿，占我们所有外销的36.8%，就是将近40%。过去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现在美国我们出口只有大概只有240亿左右，占我们外销出口只有16%。美国的重要性对台湾来讲越来越低，这就是说我们在大陆的投资已经带动我们了。我们到大陆去，不是说我们的产业就在台湾不能存留，而是因为我们台商到大陆去，我们的零组件就往大陆外销，所以带动我们贸易的成长。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进口也是破了纪录。我们一到十月的进口达到1369亿，比去年来讲增加了大概有34.7%，就增加的幅度也是非常非常高。各位知道，台湾是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进口大部分都是原物料或者机器设备。民生用品很少，我们进口越多，表示以后的出口会越多，至少在未来的半年或一年的出口
我们今年这个剩下的两个月还有明年的上半年，我们出口应该会持续的这个增长，应该是很不错的。那么经过这个产业的变化以后，在贸易方面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一个其中重大的一个不同啊，就是我们过去销的产品都是民生用品，或者是大部分是已经制成的制成品、消费品。那么最近各位如果到市场上去看，比较少看到Made in China、Made in Taiwan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从成品转到零组件，很多产品你看不到是Made in Taiwan，可是你打开里面，它的 components、它的 parts 大概是Made in Taiwan。那么这个转变呢，让我们在做贸易推广方面也有很多新的做法。我先讲我们现在做贸易方面有三个大的方向。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做农产品外销的推广。第二个呢，我们做投资方面这个招商。第三个呢，我们做观光方面推广。这个三个呢都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我现在报告一下为什么要做农产品的推广。各位知道台湾加入 WTO 以后，大家都很担心台湾的农业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农产品都很便宜，包括美国、加拿大，那卖到台湾去的话，台湾的农产品大概就不能竞争了。可是台湾的农产品品质也是非常的好，过去很少来想到说 WTO 是不是给台湾农产会带来一个机会，因为国外的农产品可以到台湾，是不是也让台湾的农产品走到国外去？我个人在台湾住的时间，我很喜欢在台湾吃台湾的水果，我想各位都一样，都觉得台湾的水果很好吃。我以为我对台湾的水果了解很多了，可是最近就是在我来以前的大概一年多，我到台湾，我才知道台湾的荔枝有这么多的品种。过去我大概都只听过什么黑叶荔枝，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发现台湾有玉荷包，我不晓得各位知道吗？然后呢，除了玉荷包以外，还有一种叫糯米。玉荷包是这个肉非常大、非常厚，那么味道呢，比那个黑叶稍微带一点点酸味，所以很特别的味道。糯米呢，那个籽啊非常非常的小，几乎是没有籽。甚至我在去年有一个机会到奇迹去，他那个地方专门产荔枝，产一种荔枝居然是没有籽，那个荔枝只有一半荔枝的一半大，很小，可是吃起来居然没有籽。那么这个非要说是在国外，我们在台湾很多人都不晓得。那么其他的水果我想有很多可以讲的，像我们凤梨，凤梨有改良的，什么释迦凤梨啦，又是其他的凤梨，芒果我们有很多改良的，木瓜我们有很多改良的等等，我们水果很多很好的，可是过去我们只在国内销，也不能到国外去。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想办法要把它推广出去，所以外贸协会把农产品的推广就当成很重要的工作。在去年的时候也特别成立一个农产品的推广小组来推广农产品。当然农产品的推广中间还有很多困难，因为各国对于农业产品的检疫都有一套很严格的规定，包括加拿大这边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些规定。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国内很多农民都是小农子，跟国外的大农子不一样，所以这家的这个农产水果或者蔬菜特别好，另外一家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的，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跟你说产品一致，用同一个品牌，一起来行销。当然我们国内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大的方向农产品的推广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外贸协会我们要做的。第二个跟外贸的话就是招商的工作。过去很多单位都在做招商，我们国内也有政府专属的一个单位，就是投资处，怎么做招商？招商不但是可以带来外来的资金，
而且有的时候也带来了技术，所以招商是对我们以后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政府在提供这个招商的工作，应该要积极去做的时候，把这个工作的推广融入到由过去的专职单位，啊，谢谢，除了由过去的专职单位啊投资出来推广，也希望别的单位继续也一起来做，所以把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就交给外贸协会，所以外贸协会也做投资的推广，当然主要的工作还是经济部的统计处来做。第三个呢，跟各位报告就是观光的工作。观光是除了工业产品之外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讲，国外的观光客一直在维持到差不多一个数字，就是每年大概200多万观光客的数字，一直很难突破。政府现在有一个决心，要在2008年以前把观光客的数字从200万要提高一倍，是观光客倍增的计划。我想如果大家对台湾很了解的话，就会觉得说台湾你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观光。当然我们观光现在有很多做法，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观光的地方跟我们的文化结合，跟我们的食品结合，就是到一个地方去，你不但可以去看那个环境，那边有特别的小吃，或者那边有很好喝茶的地方啊，可以把这个文化跟这个观光的资源结合。那赋予外贸协会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在商务方面跟观光结合。我们过去欢迎国外的厂商到台湾去做生意，这些厂商大概都很忙，做完生意就走了。我们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资源没有运用。我们是不是鼓励可以鼓励他们在台湾多停留一两天？啊，这个一两天呢，带他去观光，或者我们很欢迎他们带他们的家眷，带他们太太和小孩。那么先生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太太小孩呢就可以去观光。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们观光客就可以增加。那除此之外，当然政府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啊，包括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准备要办一个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现在场地呢已经决定在台南跟桃园这两个地方办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也可以带不少的观光客去。赋予外贸协会的责任就是商务观光。那么刚刚讲的是我们10个方向。那么在外贸推广方面呢，我们实际去本身做的方面，我们有3个新的做法。第一个做法，我们讲就是怎么样提高台湾产品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台湾的产品跟品牌结合。我们最好，当然台湾产品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品牌，但是各位也知道，要在国外打一个国际品牌是很困难的事情，要花的钱很多，要投入的时间也很多。那么在这个过渡期间，在我们还没有打出很多国际品牌之前呢，我们就创立了一个计划，叫做国际的知名品牌异业结盟。什么叫知名品牌异业结盟？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它好比是做衣服的，它没有做眼镜，那我们就跟它结合，就是我们用它的品牌做眼镜来卖。那么有品牌跟没有品牌的价钱呢，可能得差好几倍。如果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品牌，我们付一点品牌的这个使用费，这个 royalty， 但是我们的价钱呢，可能就加一倍或者加两倍，到最后一定是两倍都是赢家，是 winning case。 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台湾有一家做帽子公司叫三生之帽，大家都知道戴森的三生之帽。那么他当初就找到了一家做猎枪的品牌，叫做 Winchester。 那这个公司只做猎枪，那打猎的人常常在外面会戴帽子，品牌那个帽子如果到了 Winchester 的话，可能是2-3倍的价钱。他付给 Winchester 这个 royalty 是多少个%？我们也促成了这个三生之帽跟另外一家英国叫 Kimball Anderson 一个公司，它是专门做鞋子布，非常像那个 Burberry 那个鞋子
步，但是他不从 Red Velvet， 他比 Red Velvet 还要更早。那他以前只做布，不做帽子。那么三圣，我们促成他跟他结合以后呢，三圣就买他的布来做帽子，做的帽子就是说，不是偏到安德森，简称叫 KA 牌的帽子，那么价钱就会两三倍。所以我们最近不断的在国外找牌子，到目前为止，我们世界各国都给加拿大工厂的100多个牌子，想办法跟我们台湾的厂商结合起来。可是我们台湾的厂商目前反而比较少，能够找到厂商大概只有几十家，因为很多人还没有 ready 怎么样到国外市场去，我们拿来行销还没有 ready。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很需要，国外的品牌也很有兴趣，我们台湾的厂商也有一部分平台是，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计划应该可以推动。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汽车零件，台湾的汽车零组件来讲，世界上大概都知道，各位如果去修车，你用的这个零组件大概很多都是台湾做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台湾的零组件一直集中在所谓的维修市场，就是英文讲的 aftermarket。那维修市场的这个零组件呢，不但它的价钱比较低，它订单的数量少，竞争比较低，所以厂商获利比较少，所以这种产业呢，很可能会外移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去找比较低的这个劳动。我们很希望台湾的这个汽车零组件能够进一步做到主流汽车工厂的工业零组件，就是它原始的零组件。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推动这种，怎么样把我们台湾汽车零组件带到工业？欧一业就是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厂，那个时候他买的数量都是很大的，等于每他一买这个零件，他所有的车子通通在用这个零件，这个市场很大。当然，要达到欧一业不是那么容易，欧一业对于品质的要求跟 aftermarket 完全是两套，对于制程也是两套，对于他这个零组件的配销方面，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目前我们已经走过两次步，带了台湾最主要的汽车零组件业者，一次到欧洲，一次到美加，包括美国跟加拿大，来访问这个最主要的汽车制造工厂。一般来讲反应都很好。我们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要走下去。如果我们这条路能够走得很好，可以把台湾汽车零组件又带到一个完全新的境界。完全新的路径，完全新的市场。最后一个我要报告的就是，我们台湾对于机械产业也有一个推广者。那么过去来讲，推广机器是非常难的。推广机器不是像一般产品拿一个形容就可以知道，因为机器一定要试用才知道它小怎么样，中间有没有操作的问题。我们过去台湾机器的推广大概都是厂商自己拿了一些行路啦，然后到各地去拜访厂商，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我们过去也曾经做过在国外设立台湾机械展售中心，专门展览销售台湾机械，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期的派人在国外，所以这个计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慢慢就少了。但是台湾的机械是很值得推广。在我们台湾最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一般产品在外销在萎缩的时候，台湾机械还是不能提升。台湾的机械，它要这个制造的时候呢，它不只是一个公司，它周围一定要许多的零组件、卫星工厂来供应它零件，这个公司才能够做起来。所以有这个特性，这种产品比较很难。比较难卖，不是像一般的民生用品的这个公司来讲，它一条生产线它就能卖。所以台湾机械外移的比较少，所以可以是说本土生根的这个。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想办法结合国外的进口商，由国外的进口商来推广，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推广。
就国外的机器进口商可以请他在他的这个修路陈列室里面来展示台湾的机器人，或是在广告媒体上面来宣布，来这个做推广，说他们做台湾这个机器人。因为他们是做机器的行业，他们的人都懂，他们的人也可以展示，他们的人也可以操作，就用这种方式来推广台湾机器人。目前为止我们做的游戏看起来不错，包括在越南，越南我们找到一个专门做机器的进口商，他愿意跟我们合作，进很多台湾的机器在那里展示。那么他本身是一个越南的厂商，当然他本身也是华商的，越南的厂商，然后用他的这个立场来做，我们在土耳其找到一个也是一样，他是做机器的进口商，我们请他来推广台湾的机器。那么我们给他一些协助，在宣传啊方面啊，在产品的选择方面啊，怎么样找到适当的工厂来给他的协助。所以在加拿大方面，我们也希望在机器台湾机器方面也找到一些当地的厂商，我们跟他一起协助一起推广。我想今天这个吃饭前报告啊，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大家吃饭那个时间呢，都已经到了。会长也跟我讲，时间比较太长，要超过20分钟。贸易推广的工作啊，跟很多工作都一样啊，不是一成不变。我们也要看外面市场怎么样变化，整个国际环境形势怎么变化，做一些修正。那么我个人呢，刚刚到加拿大来服务，请台商会的这个看重。邀请我来这里多多报告，也希望各位多多你们指导，多多联络。在这里呢，我希望各位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有一个非常美味可口的午餐。好，谢谢各位。各位好，我是杨振阳。刚才会长特别过来交代我，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主任。谢谢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啊，但是在有关你提到台湾的三个方向里面，一个是农产品的推广方面，我不晓得台湾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实际的配套措施啊，譬如说我们的会员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些朋友他们是进口兰花，从台湾进口兰花或者是香菇之类比较高级的农产品，还有台湾的水果，那台湾在这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有什么资源可以让这些朋友或者会员来运用，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啊，要来这边推展水果展啊，或者兰花展啊之类的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我们的会员要怎么样去拿到这些资料，能不能麻烦主任跟我们讲一下，谢谢。刚才会长，我知道他在电脑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没想到他对这个农产品也很有兴趣。农产品啊是现在台湾是非常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产业。在农委会在大概5-6个月以前吧，选定了4项产品，所谓旗舰产品，就台湾以后推广最重要的产品，其中一项呢就是兰花。因为市场呢就是兰花、茶叶、芒果，还有一种叫台湾雕。台湾雕啊，那个雕就是鱼字旁一个周公的周。台湾雕，事实上这个鱼啊，以前就叫文波鱼。那文波鱼的这个价值呢比较不好，比较低，而且文波鱼饲养的环境比较差，大家对它的卫生不太好。像台湾雕呢，就把这个过去的文波鱼，它是淡水养殖，把它拿到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地方养殖，叫淡海水养殖。那么养殖的时候也不用过去那种废料。是完全用鱼饲料，那么这个鱼呢就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鱼在台湾或者在日本，那个时候当时是用来吃，过去这个乌龟没有人拿当时是用来吃。所以这个刚刚跟各位报告，就饲料的旗舰产品是重要的推广，所以兰花也在里面。我相信这个农委会有多配套的措施，怎么样推广兰花？在农产品的推广方面，我们。首要的这个市场啊，现在还是放在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放在香港、放在日本、放在中国大陆。那么加拿大也是我们
么大，因为运输农产品的运输啊都比较困难一点，那么食物比较难保存一点。那么在香港、大陆、日本方面呢，能够接受，第一个就是办的台湾美食节，或者我们后来叫做台湾农产节，就是在现有的这个销售通路里面，通常是在百货公司或者超级市场里面，一段时间就专门办台湾农产品推广。那么一方面百货公司它可以吸引很多人潮，一方面我们台湾农产品推广出去。第二个做法呢，再进一步就是把短时间的展售据点变成一个长时间的展售据点。我刚刚讲的农产品的农产节啊、美食节，大概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右。那么我们现在在日本呢，已经香港、日本呢，已经找了几个据点，是长时间的。在香港，我们是找了永安百货、永安百货公司。那百货公司过去不卖农产品，就跟他合作以后，他赚了很多钱，很高兴，他就跟我们做长期的，一年在那里不断的展售、展览，而且卖，他们自己进口，啊，自己卖，做的不错。日本，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日本找了大阪百货，啊，也要跟他合作，那继续的找。那么在加拿大方面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农产节或者一个展售厅。那我个人是很希望在短时间以内，我们可以办一个台湾的农产节或者说美食节的。我首要的这个目的，我们第一个最初的目标呢，应该是选择在温哥华，因为我们温哥华已经有些接触了。主要的理由是运输方面，尤其水果方面，啊，台湾到温哥华有直接飞机，那到多伦多可能没有直接飞机。有些水果像莲雾、荔枝啊，都是不适合久放，不能久存。尤其莲雾在运输里面，上下飞机一趟，搬动一趟就损伤一次。有些东西损伤了以后就没有卖相，就没有那个价值。所以我们初期的目标是想在温哥华新办一个分店，但是将来也希望在多伦多这里修改。办活动的时候，当然如果台湾农产节、美食节的话，就不是一样产品，旗舰产品一定要包括在内，那么其他的产品也会有。就这方面呢，我们会努力。在这个办活动以前，各位如果有什么农产品推广的计划，你想如果在本身在做农产品有什么最好的计划？我想也可以来跟我们大家讨论一下，特别的计划，我们可以用特别的方式来怎么样合作。我们可以把这个计划报给台北我们外贸协会，我们外贸协会有一笔经费做推广农产品。之外呢，农委会也经费，农委会推广农产品的经费是蛮高的。如果说计划是可行，而且对台湾农产品的推广有帮助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计划交给台北市。还有我们这样合作，所以欢迎各位做农产品或者做食品跟我们联络，这样不晓得可以吗？好，谢谢，是魏金星。像是这个主任的话是在美加墨啊，这个黑美贸易协这个协定，这三个国家都待过哈。那就像不管是很多台商们都想，你比如说到加拿大来跳板来深入这个北美市场，或者甚至有台商们像在大陆市场，他都想透过很多都来找到台商会说看我们可不可以帮你忙。好，因为我们台商会说，我们都是说台商有情皆因好，商机无限我做桥。像这样这方面的话，就说贸易中心可不可以跟台商会合作，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帮忙，就是台商们打入北美市场这方面报告。这贸易中心可不可以有哪些帮助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外贸协会来讲，非常高兴能够跟台商会合作啊。而且我们合作也没有说固定说一定要做什么，只要提出来这个很好的计划的话，我们也来思考。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特别长，墨西哥跟美国大概只有2000多迈吧，在3000公里左右。美国跟加拿大有大概3000迈，所以这个边境上有很多活动。那么基本上美国跟加拿大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查这个加拿大的统计数据，很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加拿大进口的数字跟我们统计的两个地方统计的出入非常非常大。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数字都是经过美国，所以我们查不到真正台湾销到加拿大多少。因为很多材料销到加拿大，销到美国，再销到加拿大。那加拿大销到台湾呢，也不见得直接销到台湾，是销到美国，是台湾美国的一个贸易商销到台湾。所以这两个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对不起来，表示美加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贸易。像这个我们最近推广的汽车零组件，我刚刚报告了，虽然是说我们找美国市场，那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的装配厂，可能就在加拿大，这中间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做的。基本上，我想这一块呢是应该还可以再去思考美加之间怎么样利用它边际的优势，还有关税的这个优势来多做一点边际的生意。就像美墨边际，美墨边际里已经有很多生意在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墨这两个国家差距很大，墨西哥的人工比美国便宜很多，然后墨西哥的关税也比美国高很多，美国关税也低很多，所以中间就有很多生意可以做。那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可能这个差异不是那么大，两个国家比较贴近，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机会。我个人来讲，我刚刚到加拿大，对于加拿大状况不是那么了解，我不晓得有什么好的这个生意可以做，所以我愿意听听各位，如果说各位有的计划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同时我们也谢谢这个。就是这一家 Go for Tea 这个吃茶去的老板 Alan 以及他们的经理 Jennifer， 那他们在外面忙，刚刚我也特别跟他们说了，谢谢他们提供这一个平常是就是专门的这个房间给我们用，那我们也谢谢他们这个，那他们是很客气的。 Jennifer 要不要过来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大家挥挥手好吗？来跟大家讲几句话。好，那就让我们也谢谢 Jennifer 今天所提供的这个这么丰盛的午餐。那如果说大家这个吃了以后都觉得不错，也希望你们继续来继续照顾这个他们的生意。谢谢，好，谢谢，好，谢谢 Jennifer。OK， 再照一张，好。